拍谁哈？不瓜旗杆啊，瓜旗旗。那个我们很开心今天请到高杰大哥侯孝贤导演，第一次看到他就称他是台湾的 Al Pacino。 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开放观众问问题，不过我们只有30分钟的时间，所以可能问的问题也不能太多。那第一个想问的就是高杰大哥是不是本来就很会嚼槟榔？因为我们出来社会跑啊，那出来拍电影啊，在电影圈有一个，反正就是有一个文化吧，还有一个习惯，都是用烟、用槟榔在做交流。那我也吃了30几年的槟榔了，那然后其实也戒了10几年了，还是不鼓励吃槟榔，因为是剧情的需要，还有就是个人一个习惯，可是可以戒掉的，我已经戒掉了。对，然后那个先前就有讲到了，吃槟榔是有技巧的。是的，没错。槟榔那个技巧啊，通常我们东西香烤粥，各位应该怎样啊？一盖加冷掉，因为冷掉刚好会有一个球状，那就等于比较不会塞牙缝，这是很专业的吃法。我们也有去请教，就是。几万亚的朋友，包括我的弟弟，就是一个江湖人吧。那他教了我这一层。那有一次的表演，刚好是朱延平的一个作品，他是五湖四海啊，不是火烧岛。那然后刚好那一天，梁家辉他得了金马影帝，那就安排了一场，就是他刚好要进监了。那我就是给他一点颜色小小，就是朝他脸上吐了一口槟榔。因为之前的一个接触跟练习，我一次就 OK 了，一次就 OK， 对，一次到位。那就还是不鼓励大家吃槟榔，还是不鼓励。对。那听说你为了就是演黑道这个角色，然后徐崇明导演有特地带你去高雄的刷贼。对哦，刷贼高雄可以应该更知道在哪里了啊。柯林就是飞侠岛，反正那一片应该都是刷贼了。那我生活了几天，也学习到很多，也吸收到很多，就是南波人的这个兄弟。要求亚细亚，大家都没有弯腰的，都是笔直的。我就抓到那个精髓。那跟大家分享一次，分享一个很好的经验，因为很热情嘛，就带我们去酒店喝酒哦。中途就有一个生意人呐、啊，突然一满杯的白兰地哦。拍谁？高姐，我给你，我一满杯的白兰地哦，你讲我给何人？就拎的呀。我还想跟他讲说，我不太会喝酒，就说不出口了。你也知道高雄人很热情，那这个有些话就不说吧。那不喝也不行了。我喝到已经到这里了，可是还有一点，我硬把喝完。喝完了以后，最快的时间。找了一个垃圾桶，哇，就吐了，吐就过了。可是我竟然也没有弯腰哦，我是安内吐的啊，吐掉啊，垃圾桶放好以后，我跟老总我也是照好，连吐都是有感情之类，对，就学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亚迪亚的背靠，亚迪亚的高。那现场有没有任何观众想要问高杰大哥问题的呢？因为他们当时17岁啊，都还是懵懂少年，那讲的就是笑脸呢，那不知道一个方向，那拥有了枪支，然后又跟毒品接触，所以说有一些很荒唐的一些行径。那当然，我在他们身上
有感受到这个年轻人，因为我也曾经年轻过嘛。那可是就是有了枪支，有了毒品，很多人的行为就是变样了，走样了。那所以说你有什么因，自然就有什么果了。那也有另外一层形式的一个作用了，就是大家要反思，就是哦，有些事情影响性太多，我们两边了。那坏的行为我们尽量知道就好，也不接触。最主要希望大家有另外一层的一个反思啊，是这样。那当然跟他们拍，有感觉到自己有比较年轻了。那跟他们对戏，有觉得很过瘾吗？过瘾过瘾！你看严正国那个表演，真的是无懈可击啊！你看啊 ，N 哦，跟音乐也可以对，跟你看哇，看到这个安的那个兴奋度，其实阿古的表演当时他也很状态的，各位明白意思吗？他也很状态的，可是他拿捏的如此的好。那这也告诉我们，就是哇，有些东西真的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。你只要拿捏得好，当然不是鼓励大家去吸毒啊。其实也是有一个加分的一个作用，是这样的。还我想讲的就是，现在的一个识别修复这个技术啊，真的是令人赞叹啊！你看。很多朋友看过，以前看都黑蒙蒙的，这一次你们有应该有被震撼到吧？有哈、哦，连我自己都有点哇！第二次我再看，我真的有点感动，而且三十年以前的作品，估计了三十年，我们再度的爆发，也希望各位朋友帮我们推广一下，因为我们想把票房冲起来，然后我们把这个票房啊就会给这部电影最大推手，就是张华坤制片，我们叫他坤哥啊，那就是给他的家属，很有意义吧？真的有意义，真的有意义。嗯，那还，这是个好问题。什么样的交代啊？你是说电影里面是吧？其实啊，你看我在阳台上面不是有跟一个小兄弟讲说，给我刚刚一瓶的。老婆啊，暂时不要动这两个小孩，因为有了不对的行为，我们还是有就是 AX 桥了。那因为我们也曾经有拍过，就是我们有出去营救，因为我的女朋友当然不希望我出事嘛，就把我车钥匙扣住。那其实后面我们有出去营救，只是剪掉了。剪掉的就是说有一些留白了，我们出发前已经弹孔进来，就子弹已经进来了，就对方有更大的一个火力吧，跟一个处理方式的一个方法吧，那可是拿掉的，那这个大概也是侯导演他的一个风格吧，就有一些留白啊。让大家去联想，不是我出卖的、啊，听到就拍谁了，当然流浪，舍我其谁啊？而且大哥的层次这么多，对，还好演的一些大哥都是很新，一种辣手的，欧龙水的哎，对，当然最主要还是要提醒大家，就是好，比如说我演的一个角度是贵董，怎么笑脸呢？我去拍球。杜姐，贵董，我说，好，以和为贵哈、哦，然后在家里要尽好孝道，知道吗？顺便机会教育了，因为我不希望大家看到的都是光鲜的一面，逞凶斗狠啊，哇，天啊，地死啊，那我的啊，好像过得很开心，夜夜笙歌，然后多有诱惑，不行，在家里要尽好孝道，然后伦理道德啊。像我们都知道嘛，四维八德，礼义廉耻，对不对？忠孝仁爱，信义和平，路都有。顺便提醒他们，顺便有机会教育。那你说有没有其他角色？当然，我也演过很多好爸爸了，然后有一些比较温和的角色，也
都会去尝试的。可是不好意思，通知没有，说通知就不去演了，还没了。谢谢杰哥，谢谢。还有人想问，看了第二季以后，我才知道原来，因为当时侯孝贤导演他是电影公司的一个股东，等于他跟张宝贵先生是两个人是电影公司的老板，那几乎就是侯氏风格。那拍侯导的电影，我们只有一个意境，其他台词就是可能都很即兴。那我们没有特别好设定的一个台词。你看像陈松的这一段没有想用，就是陈松用过。你看他的音乐里面来源非常到底，哇，他的那个台词真的也是无懈可击呀、啊，那个表演多精彩啊，那个都是自己有一个编排的。那在剧中可以听到我的闽南语真的是正宗功，因为我们是外省小孩，那等于是外省第二代。我有时看奇怪哦，那个闽南语真的是要再加强了。不过再来演一次我应该会演得更好。还有很多朋友啊都说，因为我们看了你的戏啊，所以说进入了黑社会。这样不好啊、哦、这样不好，当然不好了。那我当然也跟他们讲，我说你太投入了，对我们来讲这些都是艺术表演。我们做演员的只要把表演做到位，如此而已嘛。就好像你今天做什么工作，你把你的工作完成，有做好本分就可以了。所以说很希望大家帮我们推广一下，那也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表演。很活泼，然后他的年纪，然后到处跟我们玩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个童星演员、啊、他从很小就出来演戏，然后当然很遗憾了，因为太爱玩了。我还知道，就是他为了去玩嘛、啊，还跑回家就跟他妈妈要身份证一样，因为要进山嘛。因为要进一个山区嘛，必须要有一个就是身份证，就是要做一个登记。很遗憾啊，人生无常啊。那可能他该离开的时间就是那个时候了。那我是把它当做一件佛事了，那就是很遗憾少了一个很优秀的演员。这样，对台湾电影的期许。进来就一直在努力，在流转，在帮忙。那观众其实是大家最大的一个精神力量，就是尽量的进电影院来看电影，看他们的表演，那然后把台湾电影支撑起来。虽然不容易了，应该30年了，对大环境，别人讲越来越烂。就是借这部电影，大家回来看我们30年前的作品，看30年前我们就这样子干，就是都这么带劲，而且都这么自然，然后都无怨无悔。那虽然很多人不在了，那有些人还在线上，还很活跃，像我很庆幸的，我还在线上，还有点小忙碌，所以说要珍惜啊。珍惜，就是观众朋友们要支持。那投资的人很多了，因为现在商界你知道，在商业上很少人就是来帕米亚来看演技，哇，因为赔率很高了，所以说机遇真的是不大，所以那很多年轻朋友，很多的一个创作都有不错的潜力，那我们当然要给他们机会，因为创作有无限的可能的。那台湾电影，我还是充满希望，虽然大环境不是这么好，可是我们还是充满希望，就是要靠大家的帮忙，就是
要来支持。好片你们可以批评，那坏片你们可以批评，好片你们可以多一点掌声，就是对他们最大的鼓励。谢谢高总，就有点认同。所以说我们都会有一些小设计。那比如说在海边，其实它本来的设计就是去寻短的。那我们觉得，只是一个杂物比一碗的比亏，好像没有这么大的冲击，还不至于会去寻短。所以说我们建议就是，喝闷酒，然后一个可能一个风口浪打过来，我们就失足了。这样子是不是比较贴近一点？好，这个是其一。然后兄弟，很多电影来找我演兄弟演大哥，好像我没得选择哎。因为商业片很多很多需要这种角色，那后来演着演着，看到我就像我之前讲，我已经是舍我其谁了。你找我还要找别人吗？我就是老大啊，你叫我做老二，我买给他。那就有一些风趣黑色喜剧，当然也都可以。那以我们演员的角度，就是其实，在什么位置就把什么位置的事情做好就好，我们演员就把表演做到位，就如此而已了。那一个好的表演，有掌声，有回响，有眼眶会让你湿，有票房，都是好作品，都是好作品。那我们面对每一个工作，我们都几乎都是尽心尽力。那杰哥的运气也不错，碰到一些还不错的制作，是我很珍惜。对，我还要继续的，我不反对。你要叫我演大哥，我还是大哥不要。好，那最后一个问题给那个戴帽子的朋友，郑明导演已经挂导演。本来我透露一个小秘密了，本来拍一个礼拜要被切掉，因为他找的第一批的那个笑脸，可能我叫笑脸，有点年长，很多东西没有出来。那侯导又是电影公司的股东，所以侯导每天找，后来找了谭志刚跟严正国，每天到现场作证。到现场作证，可是他也给徐小平导演面子，因为挂导演的是徐小平，所以说我们是，当然我们是，哇，侯导来作证，我们就好像很奇怪的一个放心就很多了，就 OK， 就比较。后来我再看，有看到，的确是侯氏风格。很多东西都是即兴的，你看红线啊，他们那些表现，哇，那个打的真的是，反正就是他是真的跟用口在那边抗衡的，因为他是灯光组哦，他不是演员哦，可是他今天你叫我演兄弟，他就把你演到位，哦，演得非常好，红霞给人家的印象很深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被灯给你过啊。康熙哦，永历金哦，刘安顺的表演也很精彩，所以每一个演员的，因为都是以前曾经都是侯导的班底，都比较知道在侯导的电影里面怎么样做出一个发挥。只是遗憾当时的票房，音乐超过了票房，的确那个音乐真的也是惊为天人。所以有一句话我很喜欢，不及了三十年，如今再次大爆发，所以大爆发要请各位帮我们继续推广，我们在做功德。对，没错，大家这个整个七月我们都会放笑脸的安娜，然后明天会有一场是放完笑脸的安娜，会由爱比路唱片行的老板做音讲。电影音乐奖这部音乐跟《南国再见南国》还有《要为你活一天》，所以大家也可以来看讲座。
那23号还有剪接师廖桑、廖庆松老师，对，会来，他也是在校园案放完之后，他会做一个就是映后做主题讲座，专门讲这部片子的剪接过程这样子。对，廖桑啊，廖庆松，廖大师，他是台湾第一把剪刀，不是大的剪刀，他真的是第一把剪刀。那然后他跟后导的一个交情也是非常深厚，一个前辈，值得学习的一个对象。还有这一次啊，这一次有一个合集，就是找了7个嘻哈团，就是对少年做一个致敬，对，那都挺有才气的，对，虽然有些我听不太懂。大家也可以去买专辑，然后可以听看看。少年的安娜的那个黑胶有重发，大家也可以买黑胶唱片。对对对，请帮我订一张好吗？没问题。好，那最后是高铁大哥，我们要跟大家大合照哦。好的。